的心灵的平时，但是又精彩人生。那我先讲一下心为人子的义母，因为他常常在我小时候不断地跟我重复他的那个成年往事，所以现在那个子孙们有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他当年他是怎样出世的，因为据我的心里常常告诉我，我的婆婆以前是拜偶像的，所以她什么神都拜，所以她怀了九胎，每一胎都夭折，直到她信了主，因为那个娑婆师来布道的时候，他们就信了主，所以自此之后呢，我的妈妈这个第十胎呢才存活下来，所以很多我的亲属们可能也不知道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婆婆没有信主的话，也就没有我妈妈。那有没有我妈妈？当然没有我们了 ，OK， 那么接下来呢，他就第二个阶段我要陈述的是他的跟我妈妈认识的那一段，因为如果提到我妈妈，我不提到我妈妈，那个是不完整的。那我爸爸怎么认识我妈妈呢？据我妈妈的口述呢，我爸爸只有至顶的那个一技之长，而我的婆婆呢，她要求女婿的那个条件不高，她第一就是要信主，第二呢有一技之长，就这样简单的，我的爸爸呢就成为了我的妈妈的那个正门女婿了 ，OK。那么在他们谈恋爱的过程里面呢，我想了很久，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出世，他总是会有偶尔很含蓄的提到他们怎么谈恋爱，就是大着的妈妈大着那个小微板山的那种脚踏车啊，滑大的，那么就可能就载他去那个现在的旧房子脚，那么就这样甜蜜蜜的。就算是谈恋爱了，在那个时代了 ，OK。那么接下来进入我爸爸跟妈妈就是那个事业的奋斗期，他们从零开始，不像我们这一代，我们有很好的父母跟母亲。他们呢，我爸爸妈妈常常挂在口上的一句话，福建话就是“想求母偏丢”，也就是说，我们他是赤手空拳的闯出一片天，这个是我们后代应该要好好的学习的。那我爸爸妈妈的那个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他的厨艺非常好，他不只是能够煮饭。菜肴给我们一家人吃，他还要负责整伙的那个工人的那个菜肴，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工作呢是非常辛苦的，不像我们现在可以请那个印尼女佣，以前是没有的。还有一件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儿时的记忆。通常到了半夜，有时候我还没睡觉，我就会看到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尤其是我的妈妈，她在做什么呢？她在点算着那一天的微小的收入。那以前是什么点算的呢？是用那个香烟纸五分一角那么卷起来。所以我爸爸那个时代就当这个叫什么单烟青鸡。所以我爸爸也常常讲一句话什么喊竹啊青鸡，这些都是当年我常常听到的 ，OK， 所以就是那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才有今天的。
那我妈妈呢常常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24小时的全力付出，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常常昏倒，工作到昏倒，而不是现在人因为血压高啊、糖尿病啊、营养过高而昏倒，而是工作过劳而昏倒。那么我记得我爸爸表现爱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开那个，因为我们家是开杂货店跟旅店，他就会记得来开那个百兰氏基金一样的，所以现在人是用锐步来提神。那以前呢，我跟妈妈呢是用这个百兰氏基金，还有一样现在已经没有人采用的话，就是用姜姜 OK 切成一小片，在我妈妈的两个额头上用香烟灸，所以这种方式已经没有人知道了。所以我想很久，这一点是我可以将它形象化的一个往事，虽然当年也拍下了video，所以你也知道当年的那一代是怎么熬过来的。 OK，那么现在呢，经过86年的劳苦辛劳，他的肉体朽坏了，可是我相信我跟我的家人们都相信他的灵魂已经被接到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了，得享安息。因为圣经上有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他该走的路也走完了，他也达到一个美好的家。接下来我要谈一谈的就是在他病中到这几天的那个马拉松式的那个慈善活动，我们都如果观察入微的话，就会感觉到或者体验到我们一家人大大小小每一个人都有付出跟扮演他们各自的角色。所以如果我要举出例子的话很多，所以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大哥，他负责处理这场的那个礼仪第二呢，我也发觉到我的二哥，他在第一个夜晚的时候呢，就在灵堂守夜过夜，所以这些小小的事情看起来是微不足道，可是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呢，比如他的孙女们这个凯莉啊，也从很老远的那里起来回来，那么慧琳呢也弹那个偶根，还有那个更小的就是那个 Andrew 他们来挑那个什么称为 Steven， 这个 Steven 他也有很不熟悉的名字，他就在他的那个经营的店里面拿了一个小小的那个电话的夹子给我的二哥。所以我这边呢，我就突然我写着这一期陈述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的一段话，就是凡事都互相效应，叫那些信他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神的计划是很奇妙的。那么最后呢，我要感谢那些今天没有来，但是过去几天也付出很宝贵的时间来我出去我们的那个马拉松的连续3晚的那个安息组织的那些亲友跟教友，包括今天的全部在场的人士，要感谢你们。还有我要感谢那个苏牧师
郑传道，还有文慧度啊，他们都说是我妈妈的主体，就在他们还没有假期的时候，他们可以来主语连续三场的这个晚上的安息组织，所以我妈妈的主体是很大的。那么最后我要感谢每位在场的人士，能够让我妈妈我的先人们能够庄严的我们感恩的又温馨的过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愿神祝福大家，谢谢。